近日，李宇春以一组个性十足的复古摇滚风造型登上某知名时尚杂志六月刊四封面。文章开头这样评价道：8年了，她还在话题的最中心。不得不承认，这个之前略带中性风的女生已经成长为偶像领袖。接受采访时，李宇春说：我21岁的时候，很多人问你一夜成名，你会不会担心不红啊？我就说我不是担心，我就是知道它会发生，我会让它发生的，主动让它发生。这样率性理智的观念和他这次复古摇滚风格的造型配合得十分默契，裤装短发搭配李宇春式的气质恰到好处，这组中性造型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